在辽阔的中国版图上，有一条非同寻常的山脉横亘在神州大地上，秦岭。正是有了它的存在，冬季南下的冷空气大部分在这里被阻挡，形成了中国南北方截然不同的气候和文化。陕西西安南部的秦岭北坡又称终南山，雪季初晴，终南山云海翻滚，傲立的山峰仿佛深海中露出的小岛，终南阴岭秀，积雪浮云端。穿越1300多年，今天我们有幸与古人同赏一片雪景。从古至今，这座山一直以不同的方式滋养着山下的西安，充满着时尚和现代的元素。不过每到雪花飘落的时节，西安便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。大自然只需用一种最简单的色彩，便勾勒出一个梦里的长安。位于秦岭腹地的太白县是陕西海拔最高的县，凛冽的寒风中，太白县的果农们正在采摘高山冰葡萄。这个耐寒的葡萄品种对生长地的海拔、温度、湿度、光照均有严苛的要求，它们通常被用来酿造冰葡萄酒。冰葡萄是大自然给当地的馈赠，一串串小葡萄也串起了山里人的幸福生活。有时面对强冷空气南下，巍峨的秦岭也束手无策，雪花被洒落到秦岭以南陕川渝交界的巴山山脉，天地万物仿佛全部凝固，幻化成清新淡雅的水墨画。枝头上并非全部是皑皑白雪，这里湿度较大，在寒冷的天气下更容易形成晶莹剔透的雾凇，冰雕玉砌般挂满枝头。与这样精致唯美的画面相反，陕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寒冬里尽显粗犷，沟壑卯梁全部被白雪所覆盖，一派千里冰封的北国风光。80多年前，毛泽东写下了气势磅礴的《沁园春·绝》，词中描写的景象就是黄河两岸秦晋一带的黄土高原。农历冬月，位于秦晋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依然飞流湍急，声如雷鸣，飞溅的浪花和弥漫的水雾在两岸岩壁上凝结成晶莹剔透的冰挂。阳光洒下，一道彩虹从水雾中升腾而起，为略显单调的寒冬增添了浓郁的色彩。在陕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即使是岁冷天寒、万物寂静的季节，也同样拥有其他三季的多样表情。冬天是长安城千门万户雪花浮的诗意，是黄土高原惟余莽莽的苍劲，亦或是云横秦岭的忧郁。它既是人们多姿多彩一整年的结束，更是春天的序章。